我们去神秘的地方。啊，玲玲跟一凡，感觉异常的尴尬。 所以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吗？是上次你那个选那个地儿吗？嗯，哪个？有一个什么小镇，就一开始的时候他哦，他跟锦秋去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卓一凡没选的那个地儿。其实我们住的那个周边还有挺多好玩的，风景小镇，嘉年华那种，还挺想去的。风景小镇，嘉年华，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吗？ 他晚上有一个灯光秀，灯光秀就在这儿，这里啊，晚上，对，他好像会1个小时，打到这个墙上，嗯，我工作的地方也有一个灯光秀，每年都有，是吗？叫 Vivi 灯光秀，然后他每年呢就在岩石区上，就是各种各样，特别漂亮。我今天就在这儿等。 在这干嘛？待着，谁会来？然后我就先首先看见了秋秋一双腿，然后我就，哦。我有事比较糊涂，我原来真没想到。 不饿了吧？我估计。哇。对啊。我说不饿是不是有点尴尬？可以先去吃点东西。对，吃点东西。我觉得一凡可能主要是补偿，然后玲玲可能主要是圆一个遗憾。